今天我们有两个故事哈，一个是品书会哈，是书史的书哈，那一个是品书会。那罗英华师姐呢哈，听到上人的开示呢，一直说要劝树，他就发心立愿哈，然后呢做好诗的啊，那他就召集了很多的志工哈。啊，因为讲的读书会，啊，大概就安尼有一个。哦，这个管理啊，刚刚来做，啊，今麦已经有400多人，吼、哦，啊，伫这个群组内底，啊，大家拢是直推往外推。我跑去那个苗栗在职进修，那因为我们学校就处在那个后龙的那个渔港旁边，那要吃很不方便，那我就会带了一些，品书会做好的书食，然后带去跟同学分享。那同学本来的接受程度是不高的，就连科办的主任啊，大家都周三周四就是一起共餐，我们就负责煮素食给大家吃。那目前同学40几个人，已经有12个人确定是已经如素，然后科办的主任他们6个也都如素了。感恩听到讲吼，如素。推素，这也是精进，也是一切精进中呢。过去定来叫大家人精进哦，咱爱力行善道、善法啦，诸恶莫作啦，众善奉行，那就是要殷勤精进，在一切的善法中。爱去身体力行，真正也期待咱大家人多素，吼、哦，因为呢，咱师父即马真烦恼的，就是讲天下，那这素待不掉，素待不掉呢？是众生的共业，所以讲，我即马爱把握时间，紧甲大家人讲，每一个人家己修心，其实无困难，但是呢，真正要去讲吼，家庭大家人拢会当。如法如所，这是真困难。啊，这当中呢，就是困难。咱也都爱讲吼，稍微提醒，愿意呢，那就是功德一桩；无愿意呢，也咱嘛都爱虔诚甲祝福，但是对家己。永远都要含糊自己，一定要家己要愿意。这种对家己呢，会当调伏啦。这个口欲的贪念，那有法度调伏好家己，那慢慢咱都有法度呢，对咱家庭的亲人，就会起到有影响。影响迄个善方向，合家善友谊，吼、哦，这个善呐、啊、是愈来愈多，吼、哦。人讲吼、哦，家中有善呐、啊，那就是福有余庆，吼、哦。这都是咱爱好好来培养。搁刷落来，就是要来甲上林报告讲，日日熏法，日日共修，一年365天，咱拢无休困。熏完法之后，思维修非常的重要吼，要落实在生活里头啊。那有一次就是面对人事的考验的时候啊，上人开的路明明开得好好的。可是我们怎么会走着走着就长出无明来？那
回过头来检视自己，那不管说今天的障碍是不是别人给我们的，都不要拿来自己障碍自己。那成佛之道不就是这些人事物吗？那如果看得清楚就是智慧啊。那离开很简单，可是要留下来要明白因果就是不同了。感恩上人。有法心法，大家人说心法相，心法相啊，就是这样分，不断改分啦。这东西放进了香香的所在，香香如果拿开了，这个东西还是香的，不过呢，较久的时间，无接触啦，无去分啦，那自然，安尼，伊迄个香会退掉，所以咱爱多接近啦，多接近善友，多接近法源，法的源头，吼。所以讲，咱爱广度众生，听法了后，咱传给别人，表示讲我闻到这个香，我伫这个香的身边已经呢有香气。咱靠近别人，别人嘛会感觉讲这个香对倒来，就是因为我、你的我、伊的我，吼。每一个人都有个我，我有心法，所以呢，我把这个法靠近你，让你会感觉到讲哦，我有法，所以咱安尼法啦，不断去传，法呢是爱走入人群去的。佛陀讲，度化众生，入人群呐。度众生，一恁呢，就是上好的立人群。那也期待大家人呢，爱珍惜因缘，那爱多来了解佛法是啥物，诸者的精神理念的人道是啥物。啊，师父总无法度吼，一直讲一直讲，就亲像恁拄只。靠近我来，啊，所以啊，你讲家己，讲别人，那讲读书，讲新华，讲素食，真呢，大家人听，这都是你讲的，都是法。那闻法之后，感觉上好的用处就是讲专念，自己的个性本来就很不好。就会让自己心里一直那个无明会产生，那真的还是很感恩上人了。就是说，因为你有闻法，虽然每天听还是每天漏，啊，不过漏没有以前那么多，嘛是够加减慢累积一些。所以上人跟咱讲，咱今仔耳想不听的迄个念，把每个人当是未来佛啊。那如果我们把这个心淡定一下，你会让自己说，在考验在来临的时候，多想想上人说的话。咱若伫人群中，甲咱来讲，啊，师父讲即句啦，即段文啦，就是我曾经有过，啊，我忏悔哦，大家人拢知，这叫做发露忏悔。发露忏悔呢，就是咧说，忏悔的先得，就是咧说，我的衫。有垃圾去啊！我爱赶紧换起来洗洗嘞，好干净。这叫做忏悔啦。要咱那是讲吼，家己一个啊，我衫真正垃圾啊吼，知影。家己一个，不过呢，时间过去，垃圾啊，我家己搁再运起来。要咱那是讲吼。一大群的人来同齐听，读智慧，一句话咧讲，我趁这个时间讲，我看到啊，我会去说，警惕家己，让别人会讲，啊，你昨昏不是讲遮有垃圾，
啊，你哪会无洗？这总是对家己呢。好，啊，无我明仔载这件衫若阁穿出去，会予人讲。总是呢，咱家己感受知影，咱嘛惊人讲吼，咱阁再重复会错误。所以伫人群中容易改，伫人群中会忏悔啦，咱心内就会有真大的迄个警惕自己，唔通阁再重复迄个错误。安尼，咱的人生啦，才有法度吼，那回真，回到倒来靠近咱的真如，咱才有法度呢，转凡为圣，转凡夫啦，回到倒来呢，咱依佛同定，叫做清净的本性，这就是读诸佛的好处吼。